行驶了81天20000多海里航程的民族女神号广播船，前一天晚上已经停泊在安平港外海。为了配合安平港涨潮的时间，民族女神号广播船下午4点缓缓驶入安平港。当民族女神号的船身出现在港区海域的时候，立即受到欢迎人群的欢呼，一时旗海飘扬，锣鼓炮竹声齐鸣，龙狮队也不停地起舞。4点30分，民族女神号泊岸后，台南市长施志明、民族女神号的买主台南商人吴孟武都先后登船向船员们道贺。民族女神号随后播放了原来准备在公海向大陆播放的录音。法国中国之船协会主席杜怡之表示，民族女神号广播计划虽然受挫，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归宿也很欣慰。民族女神号目前泊靠在安平港7号码头，半个月整修后将正式对外开放参观。